等一下，我知道这两位采购超的演员比较辛苦一点，你们呢要回到舞台上有点困难，你们两个掌握在主持人的手中，赶快让他们下来了。听说你们两位可以踩着高跷到今天晚上的9:30，好吧？好啦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今天哦，我们获得了非常多非常多，就是观众们热情的回响，所以呢，他们也很希望可以留下一些好的画面，有纪念的画面，然后也非常开心跟 Vocal Performers 马戏团在一起，所以能不能拜托拜托，我等一下听到你们掌声，主持人就帮大家凹这个福利好不好？我们。